报告武清先生就是话，我们用比较快速度的啦，哦，那么麻烦潘局长来，哦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好，好，第六个卦就是巽卦，啊，外卦是乾卦，内卦是坎卦，啊，这一卦不是巽卦，是坎卦，啊，天水重，乾为天，坎啊为水，啊，这卦叫重卦。重就是速重嘛，啊，因为天之气轻轻的上升，水它是往下流，于是呢产生一种上下回形，啊，那么人跟人之间如果啊上下回形，讲话不能没有交集点的时候，那就像受嘛，啊。那么人跟人之间如果有争讼呢，啊，那当然就啊严重一点，就让我跟人讲一句公道话，啊，泽水困，啊，这个卦啊叫困卦，啊，哎，四大难卦之一，对不对？啊，泽水困，啊，因为水已经呢流出这个啊这个湖了，啊。这湖里面已经没有水了，啊，活水未尽，啊，活水未尽。那么有一个卦叫水火既尽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坎在上，火离在下，那叫既尽。如果是火在上，水在下，那叫未尽。啊，雷水竭，啊，雷水干，啊。雷水害拢着，啊，这个音字，啊，雷水竭，雷水泄，啊，有两种读法，啊，啊，意思都一样，啊，那么竭不仅是解决一切困难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这个雷水竭，啊，解决一切困难，第一要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看。坎卦，坎为水，就是所谓的智慧水，啊，而且要有正确的理念。离卦为火，啊，那么要有光明磊落的正心，啊，那这个卦合起来